分在专场中惊喜公开收留舞台后 ，Luna's 第二波主打 MV 终于上线，不止特别挑战以 Live Band 形式呈现，发布当天也瞬间直冲排行榜冠军。这首歌呢是男女之情，然后有很多错镜的美角，然后都是我们都要属于老屁孩的心声，想要创造一个组合，有点像是就是我们暗恋一个女生，然后但是对方是爱搭。可能心里面已经觉得不要去，继续喜欢这个女生，可能还是有点对，可以对她来。那我们歌词其实就有用一些比较危险方法来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哎，不然歌迷的歌词就变羞辱，可是有点台湾苦，因为我们是跳舞唱的嘛，然后我们这次跳舞呢碰到乐器，这个新事物，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时间需要去磨合啊，需要去学习，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都很好笑。像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因为我对贝斯来说是在拍摄的时候是很开心，然后就一直弹弹弹弹弹弹，然后两只手指会起水泡，会动画，有时候觉得蛮好笑，就代表说我真的搭了东西来。最喜欢 live band 的元素吗？我喜欢麦克风也是，那个可以绕起来，喜欢这个东西。live band 的好处是在于，我跳舞可能有时候会。自己专注在自己的走位啊，因为 focus 在自己，但是我们在一个 band 的团队里面当中，我会被互相影响到能量。就可能我今天可能没什么自信，可是我看玉婷都是去嘛，在那边嗨。对对对，我就开始一起嗨，一起嗨这样。对，所以我最喜欢的 live band 应该是。有别以往的唱跳形式，相信粉丝可以完全感受到 Unis 在作品中的能量。而在先前的二月专场中，其实也惊喜公开了另一首献给粉丝的歌曲。My heart